晚上好呀！没有吃饭，但是我点了外卖。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吃的辣条，这个真的超好吃，这我小时候就很喜欢吃。晚上好呀！Yes, 吃晚饭。今天排练比想象中用的时间久了。对啊，烧烤，烤羊蝎子，马上给你们吃烤羊蝎子。我干嘛呀？你看着我，不是没有给你吃的，我给你开了一个罐头，只因为加了一点水，你就不吃了。你现在看着我卖惨，你有什么好卖惨的呀？没有给你吃的吗？给你买那么多猫窝不是？天天睡厕所，天天睡厕所，咋了？你是觉得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我会躲在厕所里吗？啊！他就天天睡在那个，每次我在卫生间洗澡啊，或者是的时候，他待的那个地方。他不会觉得我不在的时间，我就掉厕所眼里去了吧？每一次我这样不叮不叮睡眼惺忪的从厕所里面出来，你们知道我那时候的感受吗？嗨，干嘛啊？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你告诉我你想干嘛啊？你告诉妈妈你想干嘛？罐头你加了一点水就不吃，这是谁教你的啊？我的马桶我不在的时候都是盖上的。满脸横肉了已经，不吃正好，减减肥也好。不吃吧，生怕你吃。我又天天加水，这样你就可以不吃了，对不对？真的已经满脸横肉了，把这边毛剃掉其实就不胖。对啊，现在每天一个罐头特别严格，我绝对不会给他开第二个罐头。而且他要是不吃，我就也不会给他倒掉。反正就是饭了，你不吃我就
最后实在看着不能吃了，我就把它倒掉，然后也不会给它开第二个。然后发现它最近开始吃猫粮，那天回来的时候可能是我一身狗味吧，因为我走的时候抱了很久的狗狗，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一身的狗味，我一回来就是它又要亲近我又要远离我，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？但是后面还是来蹭我。你嫌弃人家狗味干嘛？你自己也是狗，你忘了你是狗这件事情啊，小猫咪。小猫咪刚来的时候这么大一点，现在都长这么大了，小猫咪。你还是小猫咪吗？你是大猫咪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看，刚来的时候就一点一点可以围住我的脖子，你看它现在，你看，我的天哪！你现在还是小猫咪吗，仔仔？嗯？它不会跟我抢饭吃。他小时候会跟我抢饭吃，被教育了就不会了。猫咪都是要教育的。猫之初心本恶，所以教育才有它存在的意义。布丁，帮妈妈去冰箱拿瓶喝的，你能做到吗？嗯，你能做到吗，仔仔？你能做到吗？你是聪明小猫咪吗？你告诉猫咪。嗯，人家狗狗都能做到。很多人的狗是可以做到的。别的狗都能做到，你为什么不能做到？你比别的狗差了吗？嗯。布丁。爱不爱妈妈？爱不爱妈妈？我刚刚进门的时候问布丁你爱不爱妈妈，他说啊，现在都不回答了。布丁爱不爱妈妈？爱不爱妈咪？布丁，布丁叫妈妈，妈妈，啊啊啊啊啊啊！困了，哎呦，你咋在刚来的时候美颜盛世？现在这张脸都变大饼脸，你要是能一直保持好看，我就不养德文；你要是长残了，我就会一直想养德文，你就知道。嗯，那你到时候地位可就不保了。我的领口很安全，十分安全，特别安全。
困了。走吧，仔仔，你走吧。我要吃饭了，你走吧。真快，让走就走了。我今天晚上要去排练。害怕，这一辈子就只拍样。我今天又想喝水水，妈妈想喝水水，哎，药你何用？这领口咋了？不是清朝来的，是宋朝来的吧？连唐朝都比你开放，宋朝很开放哦。宋朝有多开放？吃了牛油，女子可以请先生在家里读教书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林黛玉也请了贾雨村在家里面教书啊，不是吗？开心了吧？满意了吧？本来那么时髦一件衣服，硬要搞得中山装似的。这衣服扣上跟我爷爷穿的中山装毫无异样。
扣了啊。我要开始吃羊蝎子，跟你说羊蝎子真的很好吃，这就是羊蝎子。啊。你们吃过羊蝎子火锅吗？刚才有链接吗？没有链接，随便买。对，羊蝎子就是羊脊梁骨，美容说戳你脊梁骨，戳你脊梁骨那个脊梁骨。羊蝎子是被蝎子咬过之后变异的羊肉。还有软骨。很便宜，五个羊蝎子40多块钱才，这么大一个骨头加肉才8块钱，对吧？是不是便宜？在上海的外卖就算很便宜的了，好不好？他们吃那个牛油就很贵，牛油要不是因为我喜欢吃，它这个价格我才不会吃。自己去买，我想给你们吃也吃不到，这屏幕还没那么多发达。你们更喜欢吃羊肉还更喜欢吃牛肉？很多人不吃羊肉，赵新阳不吃羊肉，他叫赵新阳，他不吃羊肉，这合理吗？布丁，我现在真的很想喝一口冰水，但是我这房间所有的杯子都被你喝过了，你真的让我很局促，我真的是。
这不是我亲儿子，这真不是我亲儿子。刚才那个弹幕"亲儿子"有什么好信息？这真不是我亲儿子。我刚看见有一个视频，说她怀孕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家就逼着她，还一直养了一只狗给送走了。如果是你们，有人要把你们一直养的猫猫或者狗狗给送走，你们会怎么办？你自己那里有个饮水机嘞。这个冰特别不经喝呀，我发现。布丁给我倒的水吗？怎么自欺欺人成这样？那么假设一个情景，你的家人都让你把孩子送走，在你死命顶抗并说那我就要把孩子打掉这样子的情况下，家人说好吧好吧，那你就不送走了，然后呢，他们偷偷的在你没注意的时候把狗狗或者是猫猫给毒死了。那你们会怎么办？如果是你的婆家干的这件事情，你怎么办？如果我看过一个电影，不是看过一个电视剧，就是说有个人养了一只鸭子做宠物，他的婆婆来他们家，第二天就把那个鸭给炖，还让他喝。
因为他觉得动物就是动物，可能有些人心里就是没有宠物这个概念。哦，是鹅吗？我忘了。那如果你因为这件事情想离婚，然后你的老公就说，这是他妈妈做的，你为什么因为他妈妈做的事要跟他离婚呢？他觉得他自己很冤枉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如果鹅这个事情发生了，你老公也很生气，但毕竟是人家妈妈，他说他也不能够骂人家，也不能凶他，那怎么办呢？但是这件事情你老公也很生气，你老公站在你这边的，那怎么办呢？我真的是看了那个视频，我就想到了之前看的这个电视。我碰不到这事儿，我觉得。带回家的流浪猫被家长吃了。我的妈呀。这家长不能要了。其实我觉得人性有时候挺可怕的。我们家那边以前有过一件事情，我特别不能理解，就是说有一条狗狗本来养的好好的，然后呢，好像说是突然有一天被一只疯狗咬了还是什么的，然后就变得很暴躁。其实他们也不知道到底咬了没，但是他们觉得很暴躁。本来养的很好的一只狗，突然就是把狗关在屋子里面，全部去围堵它，打死，然后还吃它的肉。这是我的童年阴影。
所以我觉得人性有时候挺可怕的，真的。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知道一般农村里面的那种老耕牛，最后老了老了犁不动地了，下场是什么吗？我反正看过一个，我忘了是什么小说了，是不是活着呀？我忘了，就是他有一头牛特别老了，他其实想把它卖掉换点钱的，但是特别老了，就肯定是没人能把它买去干活了，所以那边说要收，肯定只能就是收做肉牛还是什么的。但是我忘记最后那头牛的下场什么了。不是，不是说为什么不能吃都是牛，只是就很难过。其实牛是很通人性的一个物种的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看那个书里面是这样子写的。牛会牛内，我以前看过一个不知道真的假的，说他爷爷死掉了，那个牛就不吃不喝，然后也走了。可是我好想吃牛肉呀。我没有办法不吃牛肉，我觉得
吃的是喜羊羊。那也没关系，因为我对喜羊羊也没感情。我要吃达菲，我就要进，我就要进去了。熊肉能吃吗？兔子肉很好吃，兔子肉超好吃。没有，你吃过兔子肉吗？兔子肉真的很好吃。不是冷吃兔，冷吃兔不好吃，就正儿八经炒的兔子。我以前上小学的时候，因为工作很忙，家里很远，就把我寄养在一个爷爷家庭。那爷爷在我们小学对面，这样跟我们做兔子肉，是他们自己上山打的兔子。他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争，是抗美援朝还是说越南战争？然后有一个手指头是没有的。我小时候老二想是战士，老兵。他说他们打仗那会儿就其实就是他们不会打，就是遇到了妇女啊、老人啊、小孩子啊都不会去动手的，但是也会帮他们干活。他说但是他们经常就是前脚帮人家刚帮人家干完活，后脚就被人家掏出枪打死了。他说他们那边另外那边就是全民抗战。我小时候天天听他给我们讲这些故事。但是他们是有规定，就是不能够这些老人小孩不能那个什么的。我爷爷也说，我爷爷说他小时候有日军跑到他们家，还让我爷爷他们小特别小，我爷爷他特别小，吃家里的，睡家里的炕，就睡家里的床，吃家里的东西。然后我爷爷去挖那种野菜回来也要被他们拿来吃了。
但是他们也没有杀我爷爷他们。那会儿特别小的时候，我听这个故事，我就问，那他们打你们，就是他们杀你们吗？我爷爷说，他要是杀我，哪里压得你啊？这个软骨很好吃的，所以，我爸爸那一辈的名字起的都很磅礴、大气。我有一个大伯伯，我觉得他的名字很好，但是他已经过世很久了，我出生前他就过世了，他叫国佑。家军，我的牙齿上都是辣椒。我哥哥他们的名字也挺大气的，我这一辈是顶字辈。一言九鼎的鼎。哦，对，我真的是叫一璇，不然呢？我差点叫段鼎璇。但是那种女孩子不能叫"鼎"这个字，要给我改"一璇"。
还有我们叫断顶玄。我从小用顶这个字太难写了，玄字这个字就很难写。我小时候写作业都是断字写得很好，一字也写得很好，小小的一道玄就写得特别粗特别宽，因为笔画太多了。我如果叫断顶玄，我真的我可能第一节语文课的时候我就想离开这个世界。我的哥哥们都叫顶冰、顶明、顶杰。对啊，我没有族谱。很搞笑的一件事情，我初中还是高中，高中我高一的语文老师，也姓段，跟我是本家。是跟我一辈的还是是我的下一辈，我忘了，不是亲戚，是跟我一辈的还是我的下一辈，我忘了。然后还有另一个地理老师也是我们本家，跟我爸爸是一辈的，跟我爸爸一辈的还是跟我爷爷是一辈的，我给忘了。他是一字辈，但我爸爸好像是国字辈。我们这代是顶字辈。顶字辈，我的下一代是什么辈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他们就没有按照那个族谱起名字了。我的下一代，我最先生崽崽的是我的大哥哥，我大哥哥生的是个女儿，所以他的名字叫段霄永旭，他把他妻子的姓融进来了，段霄永旭，永就是那个咏叹的那个永，旭是棉絮的那个絮，很玛丽苏的一个名字。嗯，然后我的第二个侄子是我的三哥哥，是我最小的一个哥哥，因为很非主流，沉迷于非主流，就是不要爱玩，比较爱混那种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段子黄。段子黄小时候还特别黏我呢，天天叫训训高高，训训高高。没有，是哪个皇？是火字旁一个皇，还是皇上的皇？我不知道。
过年见过吗？你们？不是，别人都长很大了，现在。还有一个，我姑姑的儿子的儿子，完了，他叫什么来着？我忘记他叫啥来着。对啊，我姑姑的儿子，就是我的，算是表哥还是堂哥？他姓谭，他叫谭什么来着？这好家伙，我连我侄子名字忘了。忘记他叫什么，但是不重要。他小时候一个至理名言叫什么？一边在那玩我电脑，他一边说：“学院姑姑，你要找男朋友一定要找一个像我一样的。”我说：“为什么呀？”“因为我是高富帅啊。”笑死我！他那会儿很小。找我起名字，我可不会起名字。我们布丁大名叫段心妍。是段玉媛，但我喜欢叫他段心妍。布丁是一米。段心妍，段心妍，他不知道自己叫段心妍，太蠢。儿子，乖仔仔，过来，过来，乖仔仔。
布丁，爱不爱妈妈？爱，对不对？布丁，爱不爱妈妈？是不是爱？布丁，布丁，过来，过来，没让你坐下，坐下，布丁，坐下。真乖，哎呀，你要坐给他们看，你坐在这他们看不到。布丁，坐下，坐下。真乖。哎，我让你坐下，还能起来呢？坐下，坐下。哦呦，好乖哦，仔仔。目前只有这一个技能，剩下的技能还没来得及训练呢，太忙了。哎呦，太乖了，妈妈好幸福呀。妈妈，妈妈有你这个姐姐，妈妈好幸福呀！不对，是你遇到我这个妈妈，你好幸福呀！小仔，小仔，哎呦，小仔，为什么要把舌头伸出来？哎，姐姐，姐姐知不知道？知不知道呀，姐姐？好丑呀！嘿，好丑啊，你怎么这么丑啊？我摸它这儿，有那种一粒一粒的，有一个这么大一个的小小颗粒，是正常的吗？要去检查一下吗？这边也有。也有吗？我没有。我有。啊！而且我还很酸。哦，这也有。哦，这也有。哦，这也有。哇，这里好痛。哦，这也有。对啊，你们这不会痛吗？哇，这好痛！不会痛？你们去按这个地方不会痛吗？
我一直都很痛，我也不是说这个地方一直很痛。我再过4分钟我就要关了，待会儿要去排练。好了，起来走吧。屁股也那么干净，一看就是舔过。好困哦。他不舔我，他从来不舔我的。待会儿睡一觉再去排练。今晚一定得排，目标今晚一定得排，昨天排了一半。还有公园，后天还有外务，未知是好没有你陪着我心痛。吧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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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知道我在哼什么吗？看来还是正儿八经有在听的啊。好想唱给你们听啊，但是现在不行，现在只能 say goodbye。
我今天放给大家听了，大家通通都说好好听啊，都说好高级啊，这首歌。我今天在休息室放给大家听了。不知道，但是我最近就要录音了，在巡演前录的。嗯，哎，好难呀。还有我的新公演的 unit 我也停了。你们猜呀，就是很不一样的风格，很不一样的风格。就跟那首那跟那首神奇的歌很不一样的风格。好了 ，It's time to say goodbye。拜拜，宝宝。